莲静思精舍法师带领慈善置业同仁及花莲区志工等923人共同朝山，借由三步一跪拜的过程向内自省。身呢，当然就是要三步一拜；口呢，当然就是要念诵佛号。那意呢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心想好意，来祝福全天下苦难的众生，让他们也借由我们虔诚的心力，让他们可以离苦得乐。慈济已经53周年，早期以慈善起家，当时日存5毛钱的竹筒岁月，也希望借着朝山莫忘那一年，提起大家这一份精神及理念，结合慈善置业推展更加稳固。金色师傅的带领之下，我们后面的团队可以感受到大家都非常恭敬虔诚，跟着金色的师傅也象征跟着法脉，那宗门跟着法脉走，一起来朝山。近千人的善念共聚，更清净内心自我的烦恼杂念，齐心为社会付出。大爱新闻谢云山、邓明仪花莲报道。